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呃，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今天举行司法院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林及黄昭元等同意权的公听会，是根据本院本会期第四次院会决定办理。依中华民国宪法。 及宪法增修条文规定，司法院大法官执司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令及命令，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在我国宪政制度上具有崇高地位。民国八十九年修宪后，秉承宪法民主政治的一贯意志。 明定司法院大法官人选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这是宪法要求本院必须代表人民行使同意权之使命。因此，本院自九十二年起即开始举行公听会，期望以严谨的态度，多听听社会各界的声音，进行对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资格审查。 在座各位学者专家都具备丰富的法学素养，长期关注司法事务，受各党团举荐出席。本次公听会相信一定能为本院委员提供宝贵的意见。在此感谢各位为此公听会的用心准备与发言。针对今天公听会进行的程序，先做以下宣告：一 发言时程，每位学者专家发表意见时间为十分钟，审查小组委员每位询问时间一同为十分钟，再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三十分钟。今天上午预定有六位学者专家及七位审查小组委员出席发言，因此，请各位学者专家发表高见后。 也能听取本院各党团所推派的委员代表之询问发言。最后还要请各位学者专家释教答复。是今天上午议程圆满结束后再离开。二、发言顺序：先由专家学者发言，次由审查小组委员发言，最后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 相关发言顺序，请参阅陈列于各位桌上的名单。学者专家审查小组委员如不在场，得互相调换次序。另外，在发言时间结束前一分钟，会按一短铃；发言时间借字时，再按一长铃。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 首先，请江世明教授发言。主席、秘书长以及啊、哦，立法院啊啊、哦、在场的这個、这個、嘉宾，那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深具意义的啊、哦、大法官提名审查的公听会。那我是基于。 研究一个长期研究一个民事程序法，啊，那民事程序法基本上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程序法都被视为一种火的被运用的一个宪法，啊，被被运用的宪法，還是用火的宪法，啊，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啊，来提供一些个人对这次大法官提名的一个个人的一些浅见，啊，第一个。 个人认为啊，在民主的社会，基本上是具有多元意见的，对于同一个问题，难免会有不同看法，啊，不同看法。像这次关于到底我们的这个宪法规定大法官到底连任或者再任这个问题啊，同样都是法学者，但是基于同一套法学理论，但是出来的结果竟然都会有一些不同、啊、那。 所以有时候是一种，当然也有可能是法学、法论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是一种立场来决定结果或者是非的问题、啊、那对个人而言呢、啊？对个人这研多年研究法律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啊、哦。那这个规定基本上文理上是清楚的啊、哦。它基本上它是谈连任。那如果比较德国的它的相关规定啊、哦，那个。 连任以及事后一段时间后再任，德国它是有明文把它加以区别，而且同时规定的。那另外在比较法上，基本上也没办法得到说不能再任的这样子一个结论了。哦，因为在各国的做法并不一样，各国做法并不一样。那我比较想谈的是说，因为有些他会强调目的解释了。那在目的上是不是说？ 禁止连任，然后他用以来确保审判独立。那我在这里要谈的是说，大法官这部分审判独立当然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特性要求。不过中间的环节点在内在独立性。那内在独立性，你需不需要去很扩大去解释说啊？如果再任的话，就会影响到内在独立性。我觉得这部分的一种一种功能性的。 解释扩大，我是觉得未必有那个必要。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国家在这边的设计并不一样。哦，有的人是规定，有的国家是规定可以做十二年，但是他六十八岁还是得退休了。那有的是说他也没有规定任期，但是他有规定七十岁退休。所以我觉得环节点是在，也许我们应该比照人家这种国家规定个退休年龄。 哦，你如果六十八岁退休，七十岁退休，说坦白说啊，你会被提当大法官的人，大概都是五十五甚至六十岁以上，基本上在任的那种可能性都是很低的。哦，所以人家别的国家的做法，事实上是可以我们用来参考的。哦，尤其内在独立性而言，你说要去说啊，没有在任就会，嗯，事实上他还有可能，如果真的有哪个解释会动摇到哪个政党的利益的话，然后需要。 去用一个诱饵，然后希望大法官去运作其他人。这个合议里面，大家多数来支持他。事实上，这种利益关系重大的这种情况，你说要一个大法官，哦，然后卖一个案子，那一定是有更高的权位。那事实上，不会是用大法官的再提名，哦，因为事实上大法官的再提名，没有学问的人来做大法官，他是很痛苦的。 哦，没有学院的人在做道法官，他是没办法如鱼得水，因为别人讲的东西你听不懂啊，哦，听不懂、啊。所以说我们以前有些道法官做了做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就赶快要去做其他官了，一直是这个，哦，是这个样一个道理的。尤其是像我们在法官，我们也就我们刑事上也给他一个很好的，说什么，我们给你终身职啊，我们也说要给你审判独立啊。但是你看，还是有法官他在卖案子啊，卖案子之后。 嗯嗯，马上就辞职，然后就去做那个大企业的法务长，年薪六百万了、啊。哦，所以说也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那个你去扩大那种说我在一任，或者说我扩大用什么样的制度，然后去说啊，我就可以把内在独立都处理好。我觉得未必然。我觉得去强调那种意义是不大，因为你要强调这种内在独立，应该是一开始你就要慎慎重挑选一个哦，相当具有独立性，然后又不是非常偏执的。 哦，非常偏执的状态的一个大法官，那另外就是说，事后还有一些伦理机制，像《法官法》里面对大法官的事后的伦理机制监控，其实也是需要的。哦，那甚至还有回避问题，甚至将来的再如果真的有再一次几年后再提名，哦，那后面还有一些审查机制、媒体监督的问题嘛？那事实上学者的批判力道也都很强，所以这部分事实上都可以用其他机制来处理，倒不一定说要在。 这个廉政或在任上面去纠缠这部分的所谓目的解释了，哦，这是个人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另外对一个大法官的适任者，我是认为啊，他必须要对宪法的基本权、法治国、社会国、民主国这原理要有比较确切的认识了。啊，那当然他也希望他在学理创作跟实务经验也要相当丰富，没有不良记录跟严重道德瑕疵啊。好，那我也希望说。 提升的大法官将来在格局上、在视野上，哦，那甚至在给将来的一个我们国家的民主宪政上的一个愿景，他必须要有这个导引的力量因为将来如果真的我们有一个宪法诉院制度的话，类似像德国这种制度的话，将来大法官是会审查最高法院的确定判决的一种运用法律的。那实际上，在德国，在我们民事法部分，德国宪法法院就发挥充分发挥这种功能，所以它有一种创造一种法律见解的一种能力。 做大法官必须要有这种能力，必须要有这种愿景。像德国，你看一九七八年，他们弄出一个武器平等跟社会国导演出来，在医疗诉讼当中引领了整个联邦最高法院。后来在医疗诉讼当中去平衡哦医疗之间纠纷的不平等。哦，那另外就是创造力部分，德国宪法法院甚至到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一年部分，他们也对于这种一般人格权，对于这种例如你违法说证啊，那這种证据能不能在程序上利用？ 他们也做出了一些比较保障人权、保障隐私权的做法。哦，那另外甚至那种婚姻第三者、婚姻第三者的这个家庭权，如果他事实上跟这个小孩子，哦，奸夫或什么，他跟这个小孩子真的都太照顾他了。他们在二零零二年，他也破除他们长期以来天主教这个宗教影响这个立法的这种状况底下，他们在这部分认为说，和宪性的解释应该要让这些有事实上这种家庭关系的爸爸能够去。 把这个小孩子让他能够在亲子关系上获得确认，所以他们都做出随着时代改变，做出一些引领性的一种具有愿景的，而且是符合宪法一种流动成长的一种一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的提名大法官必须要符合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能力的。哦，所以说我现在目前看看了一下目前几位被推荐人呢、啊，基本上我是。 评价的结果是，大家在各领域都是有相当卓越的学术能力跟具体的贡献的。具体贡献，那我看了一下，比较一下，即使跟德国的，甚至奥地利的，他们的宪法法院的这种，他们的背景啊，解、喔、释一下他们的背景，其实也不会逊色了。就是我们国内的，至少在本土环境底下，能挑人选他的一种学经历，事实上也不会比你说德国宪法法院，或者说奥地利的他们的。 宪法法院，我觉得也不逊色了，只是说个人是在看相关资料的时候，当然我我是我也是比较有一些疑惑的，是说其实在实质上，形式上我们是不会输给说德国、奥地利啊什么甚至日本的，但是就是实质上，其实在检视大法官的的一些能力的时候、愿景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想要知道他对于将来他对于死刑的看法，哦，死刑存废的看法。 将来他对于外劳或外配这外国人在台湾哦我们这个地方地位的看法，然后在原住民在我们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看法，哦以及同性伴侣制度、同性婚姻制度在欧美、在欧洲人权法院、在美国宪法法院，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在欧洲人权法院，他们认为即使像德国这种同性伴侣制，也符合了所谓的这种平等原则。哦，他各国有他的一种制度形成自由。 我觉得这个新任的大法官对这部分是不是都必须要有他的一个基本理解跟认识了？哦，那参审陪审到底是不是违宪，还是有少部分这个一些学者在在做一些争议？那这部分是不是也也应该要表示一些看法？哦，那另外，是不是有可能说在司法官部分也有退休年龄问题？为什么人家威马宪法来就有这种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解释成说我们是？ 这个做到死的这样子，还要弄个优遇制度，这部分我觉得我都很想要知道大法官的看法好，那此外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哦，这到底律师适不适合说充任大法官？我是觉得在奥地利也是有这种例子啊，所以说我觉得部分是有可能。好，谢谢。呃，谢谢江教授的发言，我们接下来请胡祖庆教授发言。是，主席。 呃，各位委员，呃，在场的先生、女士，大家早。呃，很高兴呢，再次接受亲民党、呃立院党的推荐呢，呃，对于这次那、呃、大法官呃提名人的公听会呢，表达一些意见。那上星期啊、呃，在这边我已经对于说呃这个大法官连任的问题呢，表达了一些看法。那今天呢，呃，也呃愿意呢，就呃所谓啊、呃这个、被提名人的这个宪政见解呢。 呃，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呢，供大院来参考。那我想说，在这个五位大呃大法官的被提名人里面呢。 呃，呃，目前在呃这个社会舆论物、物议呃讨论比较多的，大概就是呃许许志雄教授啊。那许志雄教授呢，在两千零四年的时候呢，提出一个宪政的见解呢，那、呃、叫做行政抵抗权的这个宪政见解。那所以说，今年呢，这个在呃被提名呃作为大法官的时候呢，难免会引起呢呃，一些呃讨论啊。那我个人在。 呃，学校里面教比较宪政，还有这个政治思想呢，大概有一段时间了。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种，呃，抵抗权的问题呢，稍微有一些了解，呃，这就愿意提出来呢，就教育大家。那所谓的这个抵抗权的这个问题呢，right to resist，它这个字呢，那在其实如果大家打开呃 Google 或者相关的这种这个搜寻引擎的话，就会首先跳出来啊，就是这个。 Right to resist 这个 unlawful arrest，就是对于这个公民呢，对于说呃非法的这种逮捕呢啊，有权加以抵抗。那这是最多的啊这种呃、啊、搜寻的过来。那如果我们呃看到这个呃所谓西方呃宪政思想里面呢，呃最早提出来的大概就是也是提出呃，如果我们把这个亚里士多德之后呢啊这个阿奎纳斯。 啊、呃，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呃所谓的啊、呃、这种呃反抗权、抵抗权，或者是啊、呃、也有人翻成这个呃革命权啊、呃，那所以这这方面的字就非常多了，像 right of insurrection 啊、呃、，right of revolution，the right of revolt 啊、呃，甚至 right of rebellion。 啊，所以说，就相当多的啊这种呃字眼呢，来形容啊，来呃、啊、讨论啊，那公民呢，所谓一种不服从，甚至对于统治者进行革命的相关的这种权利。那所以说，换言之呢，在这个方面。 呃，这个近代呃最有名的呃思想家，大概就是呃英国思想家洛克呢，在《政府论》两篇里面讲的，就他讨论呢啊，这个人在自然状态以及说呃这个呃公民社会里面的这种关系呢，讲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这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啊没有办法在呃公民社会当中获得确保的时候。 啊，当然可以穷尽啊，这个呃救济之能力呢啊，来进行所谓的这种抵抗权啊，或者是呃反抗权，或者是呃革命权。那像这样子的话，啊，这个说法呢啊，不仅在这个一六八八年的这个光荣革命里头啊，也在这个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革命里头，那甚至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里头呢啊，得到实践。 所以换言之呢，啊、呃，我们从这么多的文献还有讨论里面都可以看出来，所谓的这种抵抗权呢，是属于一种公民权，大概是这比较属于现在多数的宪政见解。就它是公民，呃，因为受到政府的一种迫害，但呃，关于这一点呢，很多人会提出来，呃，不，这个。 讨论就是说，我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一些公民不服从的问题啊，这都是非常呃值得进一步探讨。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显示呢，呃所谓的呃这种抵抗权呢是属于公民权。那所以说，那被提名人的徐志雄教授呢，在两千零四年所提出来的行政抵抗权。 的一个观念之所以受到讨论，呃，原因就在这边，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他认为，啊、呃，对于这个大院啊的，呃，这个多数委员的这种决议啊，或者是呃这个处分的啊，这个行政的呃机构、行政的官员呢，可以行使抵抗权，然、啊、后所以说这跟这个。 多数啊，在学界多数呃这种所强调的这种抵抗权呢，是属于完全两种呃不同的这种概念啊。那所以说呃就就是它不是一种公民之间的这种呃权利的这种对抗啊，而是呃是一个机构对于另外一个机构的这种对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找出呢类似的宪政实践呢来加以支持。 像我们即使像法国啊，这么样的一种在第五共和行政强势的一种情况呢，啊，我这个1962年啊，当这个国民议会对于戴高乐啊进行呃所谓呃这个示宪啊，甚至说啊在第五共和这个历史上呢，第一次有这个国会的呃议员呢能够透过。 倒戈的方式呢，要求啊这个呃当时的庞毕度政府呢负起政治责任的时候呢，那大概我们都没有说从所谓的呃行政抵抗权这个角度呢来加以讨论啊。那当时呃这个戴高乐跟庞毕度的做法，无非就是说呃这个延缓对于这个。 呃，庞毕度的辞呈的批准，以及说尽早的解散国会，然后诉诸多数民意的裁决，所以如同上一次，呃，上星期我在大院里面，呃。 表达看法的时候，也就讲，所以其实啊，这沧海桑田啊，因为我不仅参加了上个星期的呃公听会，其实一年多以前也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执政时期啊这个呃最后一次五位大法官的这种公听会啊，其实呃很多时候大家讨论的事情啊、呃、就是呃。 会不会因为啊这个呃执政而在野的不同呢，产生不同的想法啊？我觉得说这一点呢，也是呃大院将来在行使同意权的时候，建议列入参考的啊。就是说换言之呢，就是说不是从这个。 所以行政抵抗，我要再次说明的就是说，行政抵抗权这个意思呢，其实从二零零四年以后，甚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啊。就说呃，其实没有没有呃，大家呃，并不会觉得这是啊、呃、这个呃问题的一个重心或者是重点，但是呃。 因为当事人所提出来的这种宪政见解呢，会产生很深远的这种影响啊，就是说将来的话，如果呃行政跟立法多数啊，再再一次出现所谓的分立政府說，说我们国家呃，采行这种双重、双手长或半总统制啊，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仍旧是存在的。所以我就呃比较好奇，就是说如果将来的呃主客 呃，行事意味的时候呢，呃，当事人呢，是不是还会提出类似的这种见解？所以，总之呢，我们会觉得说，呃，在这个问题上呢，啊、呃，就这个五位被提名人，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呃，大院建议呢，大院对于说许志雄教授的这個同意权在行使的时候呢，啊、呃，能够呃在家思考，这是我的意见，就交于各位，谢谢。 谢谢胡教授的发言哈，接下来请蔡律师坤州发言。呃，主席，呃，各位委员，呃，在场的各位学者专家，呃，各位先进，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司法院大法官被庭提名人选的这个审查公听会啊。 那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是以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慎重的态度来参加本次公听会。那我为了准备这次的公听会呢，我特地的呃详加阅读了在民国九十二年当时的立法院的呃公听会记录。在九十二年的这个公听会呢，跟这一次的这个大法官同一权公听会有很多巧合的地方哈，包括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呃大法官被提名人许宗力教授呢。 呃，当年是这个大法官被提名人，那今这一次呢，他也是被提名人。那当年呢，在九十二年提出审查意见的，呃，黄昭元教授跟张瑞麟教授，那今天呢，则是大法官的被提名人。那有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其实可以比较在民国九十二年他们在公听会时的发言，那跟他们现在呢，在这个法律界的表现来做一个比较，其实刚好可以。 呃，详加验证他们是不是言行一致。那那这一次的这个司法院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呢，有许多位是我在台湾大学时期的呃师长，那另外呢还有我在司法界的前辈跟律师界的先进，所以如果就这个学经历跟法律的专业能力而言呢，我相信他们都符合大法官的选任资格。但是呢，呃，就我身为一个法律人而言呢。 我认为大法官他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而已，大法官这个位置呢，他代表着我们这一整个世代的法律人，所以他们负有领导整个司法制度以及法律人社群的责任在。基于民主原则的要求，我认为，呃，我在这里是因为我身为即将被领导的这个法律人社群的其中一员。 所以呢，我希望能够代表中生代的法律人呢，提出一些呃，我看到的法律上面的法律制度上面的问题跟一些诉求。首先呢，第一点是有关于未来的司法制度。那社会各界呢，非常深刻的期待这一次的大法官呢，能够引领司法改革的进行。相信呢，有关于司法改革的议题呢，也会是这一次呢。 呃，大法官同意权行使的审查要点。但是呢，司法改革这一个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个名词啊。自从呢，在民国八十八年呢，召开了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之后呢，当时有提出多项的司法改革的目标。但是呢，在那个之后呢，司法改革这件事情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呢， 也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改变发生。例如呢，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呢，修正了二十几次，呃，几乎修掉了超过半部的刑事诉讼法法典。但是呢，人民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呢，却只有日益加深。考虑到呢，本届的大法官呢，将会深刻的影响未来十年的司法制度，所以呢，我想请问。 呃，本次的大法官被提名人是否能够具体的说明未来的司法制度会是什么样的样貌？不要用所谓司法改革的这个名词，而是具体的说明，就是说你们看到的、你们即将带来给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司法制度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你们想要怎么做、要做什么来达到这个目标？好，我这边举几个例子。 例如呢，除了特例性的拔擢个别的优秀司法人员以外，在司法人事制度里面根深蒂固的级别制，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存在？有没有可能去具体落实法院系统里面的民主化？再例如呢，在前天台大的林玉雄教授呢有一篇投书，他直接指出台湾的司法涉及最高法院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大法官受理案件事先案的主要来源呢，就是经过终审法院判决的案件。那现在呢，有大量的事宪申请，这是不是代表着最高法院以及最高行政法院的审判，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全面遵守宪法的规定？那司法院大法官对于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将自己视为这个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上级审，或者是所谓的司法指导，或者只是提供学理上面的讨论，或者是认为相互并不隶属。另外，我想要提到的另外一个议题是关于呃先前司法改革会议有提到的司法一元化的目标。嗯、呃。 行政法院的设置目的呢，主要是在于实行所谓行政救济制度。那当年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呢，宪法跟行政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所以需要一个专责的法院。也有认为呢，这是因为宪法呢七十八条有明文规定，司法院长、李明刑事（顿号）行政诉讼及公务员惩戒，所以呢，我国的司法权呢。 三分成公司法二元，另外再加一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但是呢，从行政法院设立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过，呃，身为一个在法院实务工作的一个人，我们观察行政法院的判决，我们并没有看到呢行政法院全面的适用行政法的原则或者宪法的原则。 其中包括本次的被提名人张全文法官呢，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也有提到，行政法院的各庭呢，对于宪法以及行政法如何适用，其中的见解可能是天差地别，这也造成了行政法院它的审判缺乏合理性及可预测性，包括行政法院呢行之多年的判例制度跟庭长法官联席会议。 它有这个统一见解的功能，但是最后的统一见解呢，也常常被法界质疑它的合理性，甚至有被宣告违宪的情形。从行政法院的表现来看呢，行政法院的审理过程呢，经常将告官的人民呢视为刁民，而判决的结果呢，几乎一面倒是人民败诉，甚至呢，我们私底下都称它叫做败诉法院。 换言之呢，本来它的立法用意是在于提供人民呢特殊的司法救济途径，反而呢变成了封杀人民救济机会、否定人民权利最为严酷的一个审判机关。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审判权的割裂呢，造成许多司法上的乱象，例如最有名的太平洋百货的经营权案。 因为普通法院跟行政法院在许多法律争点上面的见解不一致，造成这个案子缠送了十几年，而且有一百多个案子在缠送中。那另外呢，因为呢没有所谓的抽象法规范的这个问题呢，也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案子有可以请求司法院大法官来同一见解的可能性。另外一个著名的案子是先前劳委会在起诉官场工人的时候。 多数的法院也没有办法呢，有这个勇气直接呢判定这个案件的定性问题，而造成这个官厂工人案的问题继续的拖延。其实这样子审判权割裂的问题呢，早在专利商标的领域就已经发生了。那司法院的解决方案呢是设立智慧财产权法院，那现在呢又有别的提议要设立所谓的财税法院跟商事法院。 现代型的商法律纠纷呢，其实普遍有公司法交错难分的情况，例如政府采购法，或者在这个金融金融监理相关关于投资人保护的这些法律领域，像这些现代型的这些法律纠纷呢，如果勉强去区分公司法的话，其实早就已经不符合人民实际生活及国家发展的现况所需。 另外呢，依照大法官四字五百三十号解释，他有指示司法院应该要朝向审判机关化进行，而且本来应该在民国九十二年呢，就对于司法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跟行政法院组织法进行修正，但是呢，关于司法院的审判机关化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进行的迹象，甚至司法院呢有意见表示呢。 司字五三零号解释是一个有问题的解释。那这一关于五三零号解释，可能各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呢，需要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那如果呢，大法官被提名人呢，肯定是字五三零号解释，也就是呢，司法官议呢，应该要成为最高审判机构。那是不是呢，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个处理的办法？那以及呢，他们跟现行的 最高法院以及最高行政法院的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呢，有没有处理的方式？好，最后呢，抱歉，再用一点时间。最后呢，我想要提一个宪法忠诚的问题。在民国九十二年当时的审查公听会呢，多位学者他不约而同的都提出宪法忠诚的问题。这在过去呢，或许是着眼在于党派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区别，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呢，其实应该宪法忠诚应该有新的意义。 其实从先前所谓一立一休的争议，到几乎没有交集的年金制度的讨论，我们可以观察到台湾在阶级以及世代之间的争执跟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那包括呢，四至七零九号解释处理的都更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實大法官解释对于人民经济利益的分配跟国家经济的方向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大法官提名人。 对于阶级跟世代正义的想法，以及呢，在执行市县职务的时候，是否能够跳脱自己的阶级跟世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转型正义。现任政府将转型正义视为执政任务之一，在执行转型任务的过程中，各位被提名人要如何监督政府是否遵守宪法，以及如何坚持宪法的原则，维持宪法秩序？以上，谢谢。好，谢谢蔡律师。 接下来我们请林超俊教授发言呃。呃，主席，呃，蔡副院长，呃，在座各位学者专家以及呃委员先进，呃，我今天的发言呢、啊，主要是要针对公听会的一个定位，呃，进行的方式，还有一个程序做简单的一个报告，是这样子。 简单讲，我想今天大院之所以会举办公益会，当然是表示对于司法院或整个司法体系的一个尊重。那其实这边隐含这个重要问题是这样：那公听会到底应该怎么进行，会最有利于塑造一个对国家、呃，有利于国家宪政民主发展或对国家更有贡献的一个立法院？那简单讲，呃，就它的定位跟目的而言，我大概提出五点哈。第一点。 不宜采用一般的跟大院对于政治人物进行答询的方式进行公听会。简单讲，大法官在整个国家现在民主定位里面，他有一个跟政治人物或是民选出来的官员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不需要必定要回应民意。或者说，大法官有时候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要保护社会上的少数。所以在公定会的进行的时候， 呃，或许各位委员先进一注意，一般用以对待政治人物或是官员的一个咨询询答方式，对于在大法官咨询的过程，呃，在大法官这个听证会进行中，或许宜加以采用别的方式，或另外用别的考虑，看看用其他的哪一种方法会比较合适。那这个会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公听会到底要找出哪样大法官？那按照美国学者研究，法官。 就是说任何一个制度在选任法官的时候，不外是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法官的法学素养，他的能力是否足够；第二个是在于说法各特定的个人是否有这个性质或他的气质是否适宜担任法官。但第三个就是在美国比较常发生，就是他的政治上意识形态是否符合于特定团体或政党。那如果以上述的第一个点为基础的话，其实关键还在于前面的两点，关于说法官的本身的学识能力跟他的。 性质，他的气质是不是适合特定候选适是不是要担任法官？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法官有一点跟一般法官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大法官所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除了是所谓的抽象以外，大部分都是前无来者，或者说他必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脑汁，想出一个可以解决当下所面临难题的一个方案。 那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法律人，其实坦白讲，其实不多了。所以，既然我们希望大法官在宪政民主的发展上有比较重要的贡献，那在选择谁要来担任法官的过程中，这个标准就应该把它表现的清楚。那表现得清楚，同时也立下一个典范，给其他的所有法律人，或且其他所有的现在在学的法律学生，知道你将来如果。 有意想对国家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话，简单讲，有为者亦若是的话，你应该循哪一条途径前进，那比较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避免大法官成为呃政治斗争的可能一个下的一个牺牲品，或是不当的一个政治活动下的一个可能牺牲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说，这样子比较能形塑成一个所谓的多元的法庭组成。 简单讲，如果一个社会或任何一个团体多元的组成是它一个力量的其中的关键的话，大法官本身的组成也必须尽量趋于多元，至少能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上不同的声音。简单说，一个特定案件之所以它会困难，往往是因为不同的团体或不同的呃学派，他对这個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所以，如果当大法官内部的一个组成趋于单一的话， 会不利于国家整个法治的发展，特别是宪法规范的形塑。所以，就第一点，公听会的目的跟定位，个人仅建议，应该是强调于在于是呃候选呃被提名人过往数十年的一个长期的努力，以及他个人本身的气质是不是具备担任大法官那个条件。那至于说听公听会本身该怎么进行？ 公听会对于大法官被提名的公听会该怎么进行？简单讲，可以参照美国的例子。呃，其实一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印印象，就是说美国参议院在进行对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他都会举行听证会，而且会举行，甚至是公开的听证会，甚至是进行直接转播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是最近的事情而已。按照历史记录，哈，一九二五年才开始有这个情况。 那成为定制要到一九五年以后，那甚至这边可以稍微插个插，一九二五年之所以会成为公开，就是对于大法官的一个审查会成为公开，其实是因为当时候被提名 stone 大法官之前在担任司法部长的时候，呃，跟参议员某个议员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那位那位议员为了表示他的一个在参院影响力，所以将将大法官被提名的的一个审查改为一个公开程序。 那为什么不宜公开呢？就回到刚有提到的问题，就说为什么这个公开在美国不是？呃，就为什么这個是不是公开会成为问题？回到刚才讲的就是，大法官在某种程度上，他有时候扮演的是保护少数的角色。那今天如果是用多数的民意来进行审查的时候，在特定的议题上，比如说 face 类似这种议题，其实不利于特定的候选人，或者说这个候选人可能在其他诸多议题都有精湛的一个表现。 只是因为在少数的议题跟某些重要团体的意见不一样，反而他的其他的一个贡献就可能被抹灭掉了。所以就这一点而言的话，可以再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在当年在将近在老布希政府作为总统的时候，因为就是呃先前对于特定议题过于重视，所以在老布希政府的时候，他为了避免这些。 已经在重要议题上已经表示过意见的学者、专家或是法官，在进行听证会的程序时候受到不适当的一个刁难，所以当年他所提名两个候选人，被一般认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那英文叫 stealthy candidate，一个就是已经退休的著名的大王叫 e 特大法官，另外一个是现在还在位的黑人大法官汤马斯，换言是说，今天如果在听证程序上。 公听会的程序上，对于议题某种议题过于关注或操作不当的话，套句俗话说，有时候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对于优秀的候选人，他可能因为在特定一两个议题上表现不如特定团体的意思，那因而进而造成告造成悲歌，甚至造成呃阻碍的一个可能性。那所以就具体的方式而言，到底该怎么办？那简单说，以美国他们讨论来讲。 呃，简单就说，就是在公听会的过程，对于大法官被提名人而言，不宜询问他具体的议题那理由除了是刚才的一个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外，另外可能性就是司法独立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既然是重要议题，日后当然就可能到大法官的案件，他必须审理。那今天一个被提名人对于特定议题，如果表现的越为清晰、越为仔细的话， 其实可能越不利于司法独立的发展，或者说他未来在的回旋空间就会相对的缩小。刚才有提到这些特定的重要议题，本身它有一定难处各方有不同的意见。那在短时间要有大法官就这样的重要议题表示意见，那其实将来可能会造成捉襟见肘的情况，反而造成对大法官一个碍手碍脚的情况。所以，美国多数的学者认为。 具体的议题不宜在公听会里面进行询问，即便要进行询问，也应该是用书面的方式先进行。简单讲，大法官回到刚才第一个前面一开始开就所讲，大法官并不是一般政治人物，他的能力、他的特性或他的选择的关键，并不在于他在机智回答或立即的回答上面是不是优异了。特别是大部分的案件既然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沉思。 长时间的思变的话，很多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如果真的一定要问的话，其实是否可以用先书面的方式具体的询问，由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先针对这个议题以书面方式进行回答，如果必要时再用口头询问，我想这个从司法独立的观点来看，或许是会比较利于长远的一个发展。那第第三点，简单來说了哈，就回到刚才有提到一个问题。 因为问题问得多的话，往往在某些重要议题，它的重要性从刚因为重要性会见仁见智。那以刚才举的 face 为例，对于有些自由派的大法官而言，他其他的议题或许他的答案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但可能在 face 意义上被突出了以后，他会相对的被磨灭，所以就会造成呃他的其他的整体的表现会被盖住。 而而被大家所无法呃正视或所承认，那其实这不利于整个大法官内部的组成，也不利于整个大法官未来整个对宪法的一个解释，甚至宪法规范的一个发展。那最后最后本人呃今天个人很荣幸受到邀请，那今天大院再度以如此慎重的一个方式对待呃我们的第三权。 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华民国台湾未来宪政的发展，一定会有非常正面的贡献。那非常荣幸参与。那这以上是我个人简单的一个报告，谢谢。谢谢林教授的发言。接着请林定鹏发行人发言。这个在后面发言是比较辛苦的哈，因为。 那么，我从一个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从一个媒体发行人的角度，跟一个企业负责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呃，可能跟几位法律人看法稍稍不同。呃，纵观了七位大法官被提名人的相关的资料以后呢，那么我发现这几位都很优秀，也都是一时之选。那我还有是有几个看法。 在这里跟大家来做报告。第一个呢，我看到在专长类上面呢，偏重在宪法类及民事法类，那么涵盖面呢有点不够广泛，尤其欠缺了财经跟金融方面的专长。我想现在是工商发达的时代，国际经贸往来密切的时代，所以财经跟金融方面的专长可能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大法官。 希望也能够具备这一方面的专长。啊，第二个是过度集中在台湾大学，那七位里面有五位是台湾大学，呃，感觉上将来在做法律解释的时候，会不会呃见解太接近了？那考虑的层面不够广泛，那也给社会大众会不会有近亲繁殖的？ 这种之余啊，那第三点是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里面提到，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届期，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那么从文义上来看，如果你把它切开看的话，不分届期，个别计算。如果它是一个定义的话，那。 从立法精神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只是是呃不希望大法官担任的期间太久。简单讲，也就是禁止九任大法官一职啊。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文艺应该是这样啊。那么，呃，另外，如果说我们要从宽一点来认定的话，我认为它的间隔期间。 应该要间隔一个届期八年，啊，这样可能也比较适合。那我举这个康世儒当选无效定验的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康世儒担任苗栗县竹南镇长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的镇长，那十五届镇长任期未满，未届满，他去转战立委参选，立委顺利当选立委。 那么，十六届镇长出缺的时候，他又去转战参选这个十六届镇长的补选，也顺利当选了。那么，当时我们的中选会认定他的参选资格没有问题，当选也没有问题。可是，他的竞争对手呢，就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呢，审查以后判决。 康士鲁当选无效，哦，那么他当判决当选无效的理由，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他虽然任期有间隔，可是届期是接续，那法律上面是禁止担任一个职务同担任太久，所以因为这样，康士鲁被判选当选无效，而且也定验了，那。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似乎大法官的任如果要再再任的话，我认为从宽来看，也至少要间隔一个届期。那么，但是重要的职位，我认为应该是要从严来认定。大法官的职务远远重于这个镇长的职务，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呃，应该就是任期八年。 不分这个借期啊，个别计算就是八年啊。那么第五点，我们一般人民啊，对司法院及大法官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大法官的期待是希望他是超然的、独立的、公正的，能够杜绝弊端、平息争议。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资料里面，有人他就在对这个大法官的连任跟再任的问题，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阐述。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对大法官的期待似乎有点相违。啊，我觉得不适宜在里面特别再去做这些阐述，啊。 那么，让人我看到，我觉得这个在争取职位上面这么积极，呃，似乎不是符合我们呃人民对大法官的一个期待。啊，第六点就是这个我们黄瑞明律师他的夫人也在立法院，在贵桂大院担任这个委员，同时在法制委员会。那未来在事线上会不会有？ 相互讨论的问题，这个我想也是一个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这也是一个疑虑了啊，也是一个疑虑。那第七点是个案上面，我们刚刚蔡律师有提到我们行政诉讼老百姓的胜诉率非常的低，尤其在跟税务机关的诉讼胜率更是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你跟国税局打官司，就算你打赢了，撤销原来的处分，请他重新做妥实之处分，可是国税局呢，再给你开出一张新的税单来，所以就产生了万年税单的问题。你就继续再跟他在打行政诉讼。Anyway，你怎么打那张税单，他被撤销了，他再开一张新的给你。 那么这一点对人民，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公平，啊，在人民诉讼上面胜率这么低的情况下，那么行政机关他仍然为所欲为，那这种凸显行政权独大的情况下，我们大法官未来将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严重侵犯老百姓权益的问题要怎么获得一个改善，啊，这是呃我。 特别就个案的部分提出来。那么最后，我期待说，我们的司法院跟大法官，他们让人民的感觉是如同皇后的贞操一样，不容一点的质疑。这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林发行人的发言，各位学者专家及本院委员。 公听会邀请之学者专家，现在都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进行本院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现在休息。 咖啡。那个处长，<呦>我们每个研究都要十只麦克风，无线啊。原则上，我们就原则上朝这个目标做，<好>但是现在这个频宽不够，不够<夠>，不够<夠>，因为我们讲一定要做到十只的话，电视公司就不了。

加他也 大概也有四十四十一二岁，哦，还是年轻，活长在四十三三嘛。对，不过到你你看，哪有五十岁哪有年纪大？五十岁正正是壮年呐。青壮年，青壮年，青壮年。我陪你跑几圈怎么样？如果搞成不一样的。 有一些记者。 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每位委员发言时间十分钟。首先请李俊玉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好，啊、呃，谢谢主席，哈，啊，各位学者专家，哈、哦。 其实立法院啊，负责这个司法院人士的同意哈，那当然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就教于哈各位学者专家，那以作为我们在行使同意权的一个依据啦。哈。所以简单的讲起来，其实这个公听会哈是在储备我们的战备储粮哈，但是这几届下来哈，呃，这样的公听会变成考前大拆体，好，所以这样的公听会。 的形式哈，或是进行的方式上有没有在调整的必要哈？我同意刚刚呃林教授所说的哈这个部分哈，呃我们立法院自己有在思考的必要哈。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是有几样哈要就教于各位，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提名的七位大法官，呃在这个议题上哈，各位呃学者专家会希望听到什么？这个对我们的司法改革也好，宪政体制也好，有一些相关的哈，然后等一下就教于各位哈。 第一个部分，我是想谈这个司法信任度的部分啊。其实我这里有相当的数据哈，台湾的调查非常奇怪，就是说对司法院的对司法的信任程度哈，大概全世界大概没有像台湾的司法这么不受信任的，的司法不受信任的程度大概都超过百分之八十，哈，仅次于立法院。那立法院不被信任、就，这是。 呃，本来就可以知道的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取得各种法医之间的平衡点，好，所以从百分之五十开始不满意立法院，好，开始起跳。但司法院的不满意程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它原因在哪里？那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法官的人选，哈，在司法信任度的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提高司法信任度，哈，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哈，这个可能要就教各位学者专家，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司法信任度的低迷，哈，其实相当程度来自他的养成、训练、成长的过程。我们整个司法院，哈，他的人员的来源就是靠考试，他的训练就是在司法官训练所，然后司法官训练所大部分以书状为训练的重点，好，那所以我们有很多法官是大学毕业就是去担任法官。 好，或是大学毕业就是担任检察官，所以我们常常有被好批评哦，有奶嘴检察官、恐龙法官、哦恐龙检察官、哦奶嘴检察官这一类的批评。那如果我们的养成训练好跟成长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限制吗？这个制度上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哈，这个也就教于各位啊这个学者专家。那第三个部分哈，就是大家谈到司法改革的部分。 那司法改革的部分，其实相关于很多很多的内容跟问题了。好，那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考试以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来源？好，我们的司法官、我们的律师、我们的检察官，通通靠考试。好，那考试完以后又怎么样？我们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制。那我们的训练有没有去要实习、要干嘛，或是要去哪里？好。 现在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情形，哈，现在年轻的律师其实有案源的越来越辛苦，所以很多的年轻律师都纷纷跑到立法委员的服务处去担任免费的法律咨询。那这样的养成训练其实不在呃，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接触更多的社会的案件，了解说，哎，除了法律的条文见解以外，好、哦、有更多的实务经验。 那这样的制度可不可能带入？好，我们未来的司法人员的养成。好，那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审判的品质。但是审判的品质一定跟个案有关，好，一定跟每个法官的见解有关。那如何来分辨这个案的品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案的品质如何提升？好，这个可能要就教于各位。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有关我们的退场机制。其实台湾的这个大法官跟我们一般的法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大法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讨论连任啊、再任啊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的法官似乎没有任何的退场机制。现在除了评鉴以外，哈、哦，没有任何退场的机制。但是评鉴并不等于可以真正让不优秀、不适任的法官可以退场。 那如何建立一个退场机制？哈，我想听听看学者专家的意见到底是如何。那其实我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很简单哈，我等一下时间也不会用完哈。就说我们其实，在讨论司法院的人事案，哈，那我们也希望司法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让我们所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这个基础能够完全的建立。 但是台湾的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宪政体制其实是非常暧昧不清的，甚至是可以讲是不伦不类的。那在这样的宪政体制下，我们的大法官又要去维护所谓的现有的宪政体制，维护现有的宪法条文。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如何让这些大法官可以在现有的宪政条文上啊、哦，阐释出比较特殊的一个观点，而不影响？ 台湾的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一个性质，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教于各位，哈，就教于各位。那有关这一次大法官的人选，哈啊，其实非常清楚。我们看到的一个层面，就是这七位大法官在法学的素养上，大概大家的争议都比较少，都是学有专精，哈，那在各个领域上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我想请问各位学者专家，就是我们大法官的来源，哦，有没有更多元化？我们现在依照大法官提名，我们有四样大法官的来源，好那这样啊，显然有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社会脉动在一起？好，其实现在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很大的原因来自我们法官的判决跟民众的认知差异太大。 但是法官的判决本来就不是应该跟着民意走啊，但是如果认知差距太大的时候，哦，就会变成对司法不信任程度的增加。那我们这一次行使同意权，行使司法院的这些大法官的同意权，如何做到这一个部分？哦，我想一并请教大家。所以以上的问题。 从司法的信任程度，从司法人员的养成，从司法的改革，这三个问题就教于各位，谢谢。呃，谢谢李委员，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呃，这个副院长哈，那各位专家学者，还有立法院的同仁哈，大家好哈。好，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哈，呃，各位能来参加。 这样一个权威委员会的公听会哈，因为我知道这个出席费实在是不多哈，那又要花这么多时间哈，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哈。那聆听刚才各位的发言之后哈，其实我我我觉得有些部分想跟各位一起讨论哈。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昨天啊、呃，民间监督大法官人选联盟哈，其实他们有提了一个。 书面的问卷给这七位大法官候选人哈，他有个九问哈，其实昨天已经有书面的回应出来哈，至少我看到是许宗立。哈，那蔡副院长这个提名人黄瑞明大法官提名人哈，詹森林哈，以及跟许志雄都有哈，那我也希望说，其实各位专家学者其实手上可以有，因为他们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回应哈。 那时代力量这边我们也有十问哈，那我们再分两块，一块是针对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的问卷调查。昨天我们也拿到哈，院长提名人跟副院长好被提名的他们的回应哈。那其实我很希望等一下可以针对这些具体的事项跟各位讨论，因为他们的回应好有关于整个司法改革哈。刚才呃有专家讲到到底司改好大家都在谈司改，那司改内容是什么？ 那显然，具体内容是什么可以讨论。可是，司改民民众的期待是很高。哈，这个蔡崇统就职演说的时候谈到司改的时候，下面，好，这个掌声是最响亮的。哈，那显然民众觉得司法对他们影响越来越大，或者在社会观感上面，这是台湾社会往前进步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好，那今天很高兴各位来，哈。 因为我也在想，为为什么大法官的是总统提名？好，可是司这个立法院要行使人事同意权。好，所以显然它不是一个只考核能力，好，否则我们就用考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好，它是一个政治社会力量，好，的一个展现，还有当目前一个社会进步价值的展现，所以我们会行使这个人事同意权。 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美国，对于大法官角色的认定，也会认为说，可能从过去只是比较被动的，甚至已经变成比较积极的。他们的很多事件案其实会改变，或是进一步引导这个政治社会的改革。哈，我想我们也是在这个角度之下来参与这样审查。那史代利昂也是认为，因为这样子。 所以整个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更周延哈。所以刚才有先进提到说，这个公听会的审举办哈的内容跟方式哈，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好，本来早上是学者专家讲，下午才是立委提问。现在做了调整，有一个相互哈。我希望以后能这个密度能更强一些哈。那为什么？因为大法官未来角色实在太重要哈。大概有几个层面，第一个。 司法体系作为三权之一，好，它像我前面讲，它不再是被动的哈。有有很多时候，它的判决会影响，好，政治社会力，甚至它可以主动影影响这个潮流。甚至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那是意识形态的展示哈。虽然很多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好的词哈，可是意识形态其实基本上讲，它就是对一个美好社会的描述，只是说这个描述的方向内容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审查大法官的时候，我们会问很多实质的问题，哈，比如说以民间监督大法官人选联盟的九问里面，哈，他第五题就问的非常简清楚，是否赞成废除死刑？死刑是否违宪？啊，那如果欲废除死刑，你认为应该有怎样的配套措施？哈，我也希望未来，呃，等一下我们在综合答复或是下午的专家学者里面，其实可以针对这一题。 好，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参考他们的回应的内容。好，这这应该不叫泄题了哈，这应该叫做很清楚的聚焦。好，我相信在未来几天这些大法官审查内容里面，他们的这个一些书面的答答复哈，比如对于性别平权的看法、性倾向权利的保障，好，好，比如说同性婚或者是同奸除罪化的看法。 那再来就是关于原住民各自不同习惯，如何确立多元法律主义，好，那这个如何在视线中，好落实，好，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蛮实际的，甚至有关于转型正义的问题，好，而且在里面所谓既得权的保障，好，对于善意第三人财产权之保障，好，以视线者的角度应该如何解决？ 那这在未来，党团委员会在处理很多实质议题的时候，好都会发生。好，好，那我想这些实质议题的讨论，哈，比我我觉得今天其实是比第一第一天好。哈，第一天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谈这个什么再任跟连任的问题。好，那我一直认为说我们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我们对人民的权利义务是很清楚的讲，是必须很清楚的规范。哈，所以我，我我觉得今天讨论很好，已经回到就是说到底实质内容是什么。 这些大法官对很多议题的立场是什么？好，甚至他们的价值，好，或是我前面讲他们意识形态的立场是如何？好，第二个哈，其实其实正副院长其实跟其他五位又有一些差别哈，因为我们知道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务哈，人事调动、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这都是司法院长的职责哈，所以对于正副院长其实也有我们也有不同的题目，以时代力量。 我们的问问题就会比较直接，其实这也是想要就就教育几位专家学者的问题哈，因为其实前面也有一些已经提到这个审查的制度跟程序的问题里面哈，好，比如说像时代力量就会问是否赞成单独制定检察官法，好，以及检察署组织法，我我想这在法界是应该是不是新的议题了，哈，这个辩论已经蛮久了哈。 因为现行法院组织法针对检察机关进行规范，哈，而法官法一同时规范检察官，哈，好，但是我们又知道说，其实检察官跟法官之间，好，有差异，哈，好，他有司法权，有行政权的性质，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并在一起吗？还是可以在既有的法官法里面做一些区分？好，第二个，我们前面提到法官接受评鉴。 其实，大家也会关心说：那大法官呢？好，大法官也是定义上也是法官之一。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接受评鉴？那怎样的评鉴制度比较好？那现行的评鉴制度，如果用在大法官，会不会产生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所谓这个协同或不同意见书。好，那这些问题，好，未来的司法院的正副院长怎么看？我想这很重要。哈。 那再来就是关于市县人民权利的市县制度，哈，好，我们会关心的就是说，哦，其实前面先进有提到哈，是否赞成直接引进以个案判决为对象的宪法诉愿？好，那先进有支持也有不同意见的，哈，那可是我们会想问，哈，这个这些以个案如果引进，是不是对于人民的权利义务的保障，哈，会更好？那第二个。 法官是不是得就判例或决议申请事件好，那再来，当然很多人就问说，那检察官呢？好，那其实这个我想，好，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各位先进专家的看法哈。那最近关于几个案子哈，民众绝对司法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好，关于这个所谓诉讼积压之决定哈，高等法院与地方法院意见不。 不一致时，高等法院大多哈、哦、撤销发回哈，所以常常让法民众会觉得说啊，法院之间好像有不同意见，来来回回的。除了效率的问题之外，人民权利义务的保障，还有他对于整体司法的观感哈。所以我们会问说，那高等法院哈、哦、是不是可对羁押准否哈、哦、是抗告应自为裁定？也就是说，你如果对于地方法院的判决， 下级法院的判决有不同意见，你除了发回之外，你可不可以自为裁定？好，那另外当然对于不同的议题，哈，否，例如像啊劳资争议这样一个特别好，的诉讼程序，好，是不是应该有？那是不是应该有劳动法院？哈，因为劳资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好，还有资源，哈，实在是太不对等，哈。 那国家赔偿制度是否有改革？哈，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关心的是，哈，现行国家赔偿法就法官、检察官之赔偿责任，哈。哦，对不起，哈，时间到了，哈。所以，我我这边其实想提的是说，其实这些议题，除了我们前面讲一些政治社会议题之外，哦，关于司法制度，哦，尤尤其前面先进讲的所谓司法改革内容，其实是蛮具体的。好，我我觉得。 这个公听会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聚焦，哈，像刚才先进讲，其实帮我们储备这些武器，哈，来对未来的这样一个审查，哈，能更聚焦、更有效，哈，谢谢。谢谢徐委员，接下来请周成秀霞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嗯、呃，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委员，大家好。 各位学者、专家，你们今天辛苦了啦哈，还要坐了一整天啊。我国的司法审判呢、啊，到今天为止啊，是属于法官哦，专属于法官的权限哈。但是法官绝大多数仅接受法律的专业训练哦，所以对于法律以外的专业， 先少能够精通啊，因此，如果牵涉法律以外的专业，例如税务、医疗、工程、科技等等这些诉讼的时候，法官的裁判形式上纵然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但是实质上并未必符合专业的需求哈。所以，恐龙法官之讥哦由此而生啊。 另外，我国税务诉讼长期以来，哦，一直难以摆脱打不赢国税局以及判决理由复制贴上国税局答辩书的这个负面的印象哦，以一审的胜诉率来说，哈，学者逐渐统计实质有效的胜诉率，哦，只有六趴。哦，那官方数字。 也只有十六趴，相较于德国财税法院历年来平均达四十趴的这个部分来说，哈是明显偏低的哦，那学者实证研究更指出，纳税人就算是聘请律师或者会计师，也不会提高胜诉的机会。基征机关上诉被受理。 方案比例高过于纳税人的七倍之多，哈，这样的数据实在很难让民众相信说税务司法的公正性，哈。因此呢，引进人民审判，邀请非法律的专业人士来参与审判，弥补法官专业的不足，使法院裁判不仅。 不违背法律规定，而且符合专业需求，哈，这样司法的公信力，我想自然就会回升啊。我认为大法官被提名人应该就参审制呃以及陪审制表示其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哈，不能都不表示意见啊。这个方面啊，来就叫各位学者专家哈。另外，新兴经济模式。 金融商品推陈出新，近年来税制改革越趋平缓且杂呃复杂之际然后论资排辈所培养出来的行政法院法官，面对税征机关的呃滥权裁量哦误解法令的时候，根本哦无从自衡。当所有企业组织营业规划都没有办法事先 预测可能的风税监的风险，有税务纠纷也不打行政官司，而是要想办法找国税局来和解哦。落到这样的局面，我们还有什么信心去说服外资说来投资台湾？哦，更别说哦什么国际竞争力啊、哦。有建议哦，大法官受理的案件。 最高的比例是税务案件，所以大法官其实是民众税务公益的一个守护者，哈。可是目前司法院组织里面，呃，第四条只规定了大法官应该具有的就是曾经呃承认时任法官十五年以上，承认呃时任检察官十五年以上，还有承认是呃。 曾实际执行律师业务二十五年以上而声誉卓著者，还有曾任教育部审定合格之大学或者独立学院专任教授十二年以上，讲授《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锁定主要法律科目八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等等这些资格哈。 及任何一款资格的大法官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哦。但是这里面并没有专业性的规定哦，我认为大法官资格除了以上这一些以外，哦，是应该根据专业再来加以区分，不能集中于行政法或者刑事法、民事法专业哦，税法跟商业法等等其他的专业。 也应该一并来纳入啊、哦。这七位大法官，呃，是不是符合专业分工或者集中于某一个领域，也应该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啊、哦。同时，也应该要建立大法官积极适任的标准啊、哦。这个部分也就叫各位学者专家的看法。蔡总统在十月一号出席总统直选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表示。 在混乱而且困难的时代当中，大家期待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面对这样的呼唤，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承担。随后，马上宣布，每周将亲自召开一次由府院党党团以及地方执政代表等执政团队重要干部所组成的。 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哦，借以协调并整合决策机制，协商和确认重要政务以及政策的议题方向，哦，使决策更有效率。但是，却践踏了行政、立法分权制衡的现行宪法秩序。那大法官未来要如何守护司法的独立？ 哦，我觉得很怀疑哈。大法官被提名人于审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就此来表示意见？哈，也来请教各位学者专家啊的意见跟看法。而实际执行律师业务二十五年以上而生誉着著者，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进行这个生誉着著审查呢？哦。 以求其系名副其实呢？哦，这个部分哦，也要就教各位学者专家啊、哦。宪法是现代国家存在的支柱啊、哦，宪政运作也是国家条件的具体呈现。台湾的公民运动已经逐渐朝向国民宪政运动发展，试图由下而上的争取台湾人民自己的宪法实践。 我们应该要透过大法官来进行宪法实践，找出最符合宪法原理、原则以及国家社会需求的选项，然后做出抉择，这样才能够深化台湾民主政治呃的运作哦，避免滥力恶斗。哦。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哦，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大法官又是。 最后一道防线的关键者啊，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哦，务必啊谨记在心啊。谢谢。呃，请呃谢谢周成委员哈，请江委员启程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好，谢谢主席，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各位审查委员啊、呃，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让以下本席就这一次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呐、啊，呃，提出以下几点的看法啊、哦，还有问题来就教各位以及我们说的专家学者还有委员啊、哦。首先第一点，就提名依据是否合理的角度来看哦，司法院的组织法第四条，大法官应该具备下列的资格啊、哦，呃，其中之一，然后被提名。第一个，承认啊、呃，时任法官十五年以上。 而成绩卓著者；第二，承认时任检察官十五年以上而成就卓卓著者；第三，承认实际执业律师业务二十五年以上而生育卓著者；第四，承认教育部审定合格大学、啊、呃、独立院校专任教授二十二年以上，讲授《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法律科目八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第五点，承认国际法庭法官或。 在学术机关从事公法学或比较法学之研究而有权威著作者；第六，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作者；具有前项任何一款资格之大法官，其人数不得超过总名额的三分之一。啊，那如果我们根据这样子的啊规、呃、定啊，我们来检视这一次的被提名人他们的资格，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徐宗利。 他是依据任教职十二年以上来提名，蔡总敦是依据任法官十五年以上来提名，徐志雄是一句公法或比较法权威来提名，张琼文是一句任法官十五年以上来提名，黄瑞敏是一句职业律师二十五年以上来提名，詹森林是一句公法或比较法权威来提名，黄昭远是一句任教职十二年以上。我们想请教的是。 詹森林被提名人，譬如说他自己讲，他说他是民法跟消防法的专长，但是他被提名的理由却用第五款公法学的专长来提名，这样子的提名理由是否恰当？为什么不是用第四款的规定？此外，徐宗立被提名人是公公法权威，但是却用担任教职十二年的理由来提名啊。 然后教授这个法学科目满八年作为资格，这样子的提名理由是否符合现实跟是否恰当哦，我觉得这是让外界很怀疑的地方。我们再来看其他被提名人，徐志雄被提名人，他他的这个专任教授任期啊，大概只有十年，不符合十二年的要求，但似乎又没有其他适合提名的理由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总统为了提名特定的人选，同时为了平衡各提名人的资格跟理由，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提名方式或者理由，然后去配对、配组，因为同一款理由不能超过三分之一，那也等于为了特定人选来量身来打造，表面上是平衡的，没有达到三分之一。 但实际上是透过巧门的设计钻了这些漏洞，结果弃专业跟法令于不顾。然后这种提名方式是否恰当，我想外界可以一起来检视啊、哦。第二个层面，我想要提的是大法官有没有被抽佣的问题啊、哦？外界应该用放大镜来检视，因为大法官应该是从容的，地位是崇高的。 政治是中立的，甚至在人格、道德的要求上面是不应该有瑕疵的。在自我的要求上面有一点点的瑕疵，自己应该知所进退的。我记得在阿扁总统提名上之前的大法官，啊，有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他即便符合资格，可是呢，啊。 他被质疑，被外界稍微有质疑，他自己就宣布他不接受提名哦。所以这是一个自我要求，法律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定跟要求啊。呃，被提名的大法官，每一个人的过去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被检视的标的，尤其是法院的这个大法官，实施解释宪法、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的弹劾。 政党的违宪的解散事项等等，都是非常重大的政治事项。所以，作为司法的守护者，若成为当权者的政治打手，这个司法将因此蒙羞。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被提名人，不乏这些争议性十足、为政治服务色彩浓厚的被提名人。举例来讲，徐忠义被提名人，民国九十二年被大法官提名的时候。 被提名为大法官的时候，当时民进党的立委叶一经曾经问他是否赞成立法啊、哦，这个来处理党产的事情。徐宗利回答他不反对设特别法将党产归还人民，也明显表达他在党产这个条例上面的一个立场。那这一次因为民进党，所以是不是让外界觉得？ 你才有机会来再任大法官，所以可以想见，如果不让党产条例实现的话，你的立场是什么？所谓的司法独立，你还能够坚持吗？司法院的院长在这样的啊、呃、外界有质疑跟联想的政治关系底下被提名，对我们的司法是好事吗？是正面吗？ 未来是不是司法院的大小事情都会变成要听命于总统的命令来行事呢？往这是外界普遍的质疑。再举一个例子，蔡总统被提名人担任高院法官的时候，曾经宣判被控宗教诈财的宋绮丽无罪，还有当时的谢长廷夫妻无罪，判决多半是有利于民进党跟绿营的人士。 也因此，蔡总统被提名为司法院副院长的时候，也引起外界的质疑，说有没有抽佣的关系？我想这是大家用放大镜来解释为什么用放大镜？因为大家对大法官的要求非常之高。再看第三个例子，许志雄被提名人，过去针对国民党党产的争议，多次表达清算坚定的立场，并承认陈水扁使起执政。 执政时期的行政院党产小组的召集人，他当时的助理罗成忠，现在是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虽然有被爆出违反著作权法，但是也得到顾立雄主委的大力护航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选，其实也是被外界质疑跟跟执政党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再过来，黄瑞明被提名人，政党关系良好，多年前就担任民进党党内的仲裁委员，也是蔡英文的同事。 更是本院尤美女委员的先生，亲属关系明确，两者角色冲突，但民进党还有总统却毫不回避、毫不避讳，难道在台湾连司法都要染上颜色吗？这么清楚的市政，居然毫不回避。第五个，黄瑞明被提名人跟詹森林被提名人分别担任过民间司改会的董事长、董事，黄昭元被提名人曾担任过万国。 法律事务所律师万国是民间司改会的一大主力啊、哦，所以外界就批评蔡英文总统被少数的团体绑架啊、哦，这些并不是没有根据啊、哦。抽丝剥茧，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当中的一些脉络跟关系，所以未来的司改方向几乎让外界可以说，那这样就是已经确定可以预知嘛啊、哦，所以这些事实都足以让外界来联想我们的。 政治这些被提名人，他的政治中立程度到哪里？他的这些关系，他如何解释？他能够解释吗？他能够摆脱得了吗？为什么不提名更没有争议的、更能够达到政治中立的人，而不要让外界觉得这是一种政治酬庸的安排呢？难道我们的提名不应该更审慎吗？如果要做司法改革，这一些人有资格吗？ 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审查小组应该要负起责任的，应该要提出来的质疑。社会各界也应该用放大镜来看，不能因为大法官好像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他是很接近的，因为法律是每一天我们老百姓必须面对的。再过来，《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第五条规定。 司法院设大法官十五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副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等等等等。宪政实务运作至今哦，皆由总统组成大法官提名审建小组来接受社会各界推荐，广纳社会各界的意见。但是很遗憾的，这一次蔡总统他在提名上面，特别是针对院长跟副院长的人选，并没有。 透过大法官提名审建小组来推荐的这一个流程，这也让外界非常的啊、呃、这个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跳过这样的过程，它的目的为何？没有办法取信于社会各界，所以我们在审查的过程就必须更加的严谨。所以以上我们提出来，第一个有关提名依据是否合理，第二个。 外界普遍怀疑的政治丑闻，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个非常深入跟审慎的探讨，也让外界可以一起来检视。谢谢。谢谢蒋委员，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呃，主席、各位与会的参与审查代表、现场媒体记者女士、先生，还有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们承接着在本席在上次。 参与审查所提出来，对于本国大法官究竟是任期交错新旧各半，还是依前总统啊马英九先生所提名的任知，是不分界事个别计算，所以任知为参差任期，已经有做阐述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再进一步的来探讨，呃，在本次提名当中的一个部分争议就是。 离职大法官能否再任，或者说他在任的相关限制？那我这里呢，用一个叫做“离职大法官”的冷却时间。啊、呃，我看在场呃现场的人员的平均年龄是比较偏高了，不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热衷电动玩具的、或网络游戏的年轻人，都知道有个 CD 时间，CD 就是扣档，就是冷却。那冷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大概分成四个争点呢，呃，四个。 议题点呢来谈，现况到底是为何？那在任的间隔是不是应该来一并思考？那为什么我们要禁止大法官在任呢？那么大法官在任的间隔合理的应该是多少？那这两个当然我是持一个呃禁止大法官在任的理由，只要给予适当的间隔就应该可以满足。那么除了大法官之外，呃在任的职务是不是也应该一并纳入规范？那首先我来做一个现况的介绍哈。 目前依照我们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啊，是法院大法官任期为八年，不分届次，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但并为院长、副院长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那同时呢，在第二呃第二项的部分呢，他就帮就说明了呃任期交错的设计，这在上次已经提过了。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目前的宪法征修条文当中，并没有明白指出不得再任，但是呢。 当时在修订征修条文的时候，因为个人也参与到该次征修条文的草拟哦，所以呢，那时候权衡当时呃修宪国民大会的意志啊，应该是要限制大法官的连任。好，那么现在就问，那为什么大法官要限制他的连任？首先，我们看到在有些国家，为了避免大法官在寻求连任的过程当中。 向握有提名权的权力者做屈服，所以呢，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大法官是终身，一旦提名任命，那么他就一直到做一辈子，不需要再面临有第二次被提名审查的机会。因此呢，美国的大法官的终身制啊，可以让一旦担任大法官的人，他可以忠于自己对宪法上的解释，不受到其他可能后面的外力来干预。 那同样的，当时在修宪的时候，为什么要将原来的一任九年可连任一次，改为限制啊、呃、不得连任呢？就是说，避免现职大法官寻求连任的过程啊，向不当的权力屈服。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呃，这就是目前呢，我们从二两千零四年之前，我们总统的任期，以及呢，原来我们在设计交任期交错制哈，呃，抱歉啊，找一个外国人来来代表总统了哈。 那我们目前的宪法当中有分成八人团组跟七人团组，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当中的八人团组呢，呃，这个七人团组呢，他的任期呢，原定的任期应该在二零呃一一年届满，那么在二零一一年届满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二零零八跟二零一二这一个跨任的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呢，呃，分别在这八人团组跟七人团组当中。 都会遇到他在同一个总统任内会面临到，如果是可以连任的话，他会面临到在被提名的考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宪法增修条文我们规定呢是不得连任。但是不得连任之外，我们并没有禁止他在任。那因此呢，我在底下接的主张呢，大法官的在任的间隔啊，应该是四年。因为如果从我们增修条文第五条的第二项知道，我们四年。 就会进行过半大法官的重新任命、改组、啊、呃、改选，所以呢改任，所以我们目前呢任期交错的情况之下，所以每四年就应该按照原来的任期交错新旧各半的精神，每四年就有一批或者是七人团或者是八人团的大法官要重新的由总统来提名。如果我们将大法官的在任间隔限制在四年，那表示说，如果你在本届大法官届满， 你必须停四年，C D c o l down 冷却，那么铁定不可能在本届的总统任期内被提名，所以也就是摆除了现任大法官任期届满时，啊，他为了寻求再任，这个再任直到超过四年，在四年以上，啊，那么依照体制上的设计呢，就不可能是为现任的当届总统，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达到呢，避免大法官呢、啊，为了寻求再任。 而向握有提名权的当权者呢屈从？那我们来看一看。但是，难道能够提名大法官的有权者只能够提名大法官吗？不是，因为除了大法官之外，其他的职务也一并要纳入来检讨。我们看到握有提名权的总统，他现在可以任命行政院长，他可以提名监察委员、提名考试委员。纵使你限制他在大法官有四年的限制啊、哦，四年内他不得被再提名。 但是呢，只是不能再提名为大法官，并不足以以限制现任的握有权利者用其他的职务来影响任其将届满的大法官。换言之，如果我是任其将届满的大法官，我为了讨好权利者，因为他可能可以任命我为下届的行政院长，可以提名我为其他的监察委员、考试委员，或任命我是其他的部会首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样会产生到权力的。 影响，因此呢，我们认为啊，为了能保持大法官在任期当中能够秉持对宪法忠诚的解释，不受握有提名权的影响，我们不只应该限制大法官在任大法官的间隔应为四年，同时呢，在任的职务也必须将所有提名大法官、有权提名大法官的人，就是总统他的提名权跟任命权的范围内的职务。 都应该一并列入在不准在四年内再任的相关规定。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啊，就试着在提出，在本院呢，我这边就试着提出了对《司法院组织法》要增订第五条之一的增订草案。条文的内容就是说，大法官自离职之日起，与其任期届满后四年内，不得担任由总统或行政院长任命提名之职务。 也就是确保现任的大法官，纵使我们征修条文本文当中没有禁止他在任，但是在任的期间跟在任的职务，都应该利用司法院组织法五条之一的方式来予以规范。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法案还在条文啊，已经就是完成了联署哈、啊，那么要未来进行立法的程序。那纵使通过之后呢，这个本条的施行前已经任职。 就任的大法官就不再适用前项的规定。那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关于这一次对于被提名人是否承认大法官、可否再任的争议，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命中我们当时修宪时为什么将原来宪法制度上大法官任期一届九年、连可连任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修改成单一，好不得连任。考量的就是要避免。 大法官在职的时候，任期届满前，屈从于握有提名权的权利者的影响。那如果经过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不只能够将原来宪法征求条文当时第啊我们的征求条文当中啊限制大法官不得连任的规定更充分落实，也补足了我们在宪政机构上大法官他除了可能寻求再任大法官之外。 他也有可能担任其他现政机关，包括行政院长，包括考试委员，包括监察委员，也包含了这样的可能性，就一并予以规范。因此，在这里呢，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在这次我们呃，司法院正副院长以及五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当中，我们希望呢，能够将这样的修宪的意志，能够透过后续法律的充实予以强化，以及将在任的争议回归到。 本身当时制宪修宪的时候的原意，并不是禁止在任，而是要防杜现任大法官在任期届满前，因着对于未来职务的寻求，呃，有提名权的权利者，而影响到对于宪法独立解释的这样的精神。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也提出供社会各界参考。未来我个人呢，也会持续的在其他大法官提名审查。 的过程当中，逐一的来了解这些被提名人对本课题的意向。以上，谢谢。谢谢钟委员。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为十分钟。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委员同仁、媒体朋友，大家好。首先要感谢与会的专家学者早上提供的宝贵，还有多方思考的意见。 上周，本院就司法院院长、副院长被提名人的同意权，我们举办了公听会。因为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他们兼具两种身份，除了是大法官的身份之外，也肩负了司法行政首长的职责。所以呢，上周的公听会，本席是就如何提升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度，还有司法改革这两个大方向。 就教育学者专家也想听到那个被提名人的意见。那在司法改革的部分，大家就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人，好，就是司法官的养成、训练、考选、淘汰；一个就是审判制度。那审判制度就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将来人民参与审判制度的一个方向。那今天有关于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公听会审查。 我想就聚焦在于说，被大法官被提名人他有何确信，他可自己可以如何来胜任这个大法官的工作。第二个，我想聚焦在大法官会议解释这个制度。第三个，就相关台湾社会现在具有极大宪政正义的议题，来就教于学者专家也就教于也要来了解一下被提名人的意见。 那我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是想了解说，要请问这些被提名人，请问你过去建立了何种司法性格？哈，你有何确信你可以来升任这个大法官的工作？以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提名审查为例，哦，总统在提名前会有美国的律师协会出具专具专业的意见。 考评被提名人的事分适任与否，也会从被提名人过往发表的文章、演讲、法律文件，并听取他共事过的同僚意见来判断被提名人的司法性格、廉洁操守，也就是将身为一个法律人最重要的人格特质也列入考量。国会的审查用很大的比例讲，将人格特质列入考虑。 另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苏珊娜·贝尔也曾经说：“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权益，往往多数人都会不高兴。但法官这份工作不是为了要让多数人喜欢。因此呢，本席要在这边，就是要请这个将来几位被提名的大法官人选，来说明说，你们认为自己行所的公共性格是什么。” 你们是保守派、自由派、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对女性主义的看法？你从事的法律相关工作以来，你所秉持的司法信念是什么？你有何确信自己能够胜任这样一个大法官大法官的工作？这是本席提到的，呃，想想要来了解的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第二个部分就聚焦于大法官会议解释的制度。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法官会议解释在这几年来的一个品质或者数量上的一些数字啊，呃，都会让人家质疑说，这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的功能并不是那么的彰显。就终结案件办理的情形，在一百零四年、一百零三年、一百零二年，仅解释公布了八件、十件、九件。在一百零四年就是公布了八件，一百零三年就公布了十件，一百零二年是九件。 不受理的部分是高达三百六十件、四百九十六件、五百一十七件，对照于仅有九名大法官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做出高达七八十个案件解释。反观我国是由十五位大法官组成的司法院的释宪数量，就工作绩效而言，实在不符合人民的期待与需求。 在质量上，因为释宪制度的缺失，还有多数大法官的保守性格，以致大法官并未善尽宪法维护者的功能，而是把绝大多数案件程序驳回。许多涉及高度宪政人权争议的申请，则以不受理决议结案。所以，也要就教于，也要就教于学者专家，也要也要请教这些被提名人。 对于今年大法官解大法官会议解释的品质、数量屡遭批评的情况，该如何改进？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的制度的问题。想要了解说，诸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你们将来身为未来实际进行市县工作的第一线人员，你如何看待宪法诉愿这个制度？你可以接受，你可以认为说。 司法司那个确定判决可以在宪法解释的这个申请的范畴里面吗？大法官这个兼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许宗力老师，他也多次提到说，目前大法官对违宪判决无能为力，希望修正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引进针对裁判宪法的诉愿制度。 让人民也能针对裁判违宪申请大法官解释，直接就违宪的判决，直接在大法官会议解释得到救济。所以，我们想了解各个提名的被提名人，你认为这个宪法诉愿这个制度有什么需要做以加以的配套？另外，在具体个案中。 直接拒绝援用判例决议，但事实上判例决议仍有一定的效力。你想请教各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就这些标的是否可以申请释宪？那以上是对大法官会议制度本息想要了解的被提名人的想法跟意见。接下来，刚刚虽然说林教授、林院长他有提到说不适宜，他个人认为不适宜就个呃个别的议题来。 让大法官被提名人来表态，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多方讨论、促成社会进步的一个场合。我们今天期许要求这些被提名人将来是担任市县宪法维护者的一个守护，所以我们希望也要要求要了解他们在相关的议题上面的一些看法。那本席大概粗略整整理了六个议题，想要了解说被提名人在这些。 议议题上面，在台湾社会具高度争议的议题上面的一些意见。第一个就是有关安乐死。对于，请教诸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对于安乐死的争议，是倾向主张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包含自主安乐死，还是认为人民人类生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不可在任何情形下予以剥夺？第二个想要了解的是，第二个议题是。 请问，若允许代理育母合法，与你们的价值观有没有冲突？若认为代理育母可行，是否允许这样的制度商业化，或者只是允许自愿的代理育母？因为现行的人工生殖法涉及科学、伦理、法律、社会道德这些层面的问题，并没有规范代理育母。 那但是呢，这个代理育母的问题，已经在台湾社会造成一个很呃，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台湾的问题。卫福部在一百零三年曾经有条件开放代理育母的草案送到行政院的审理，但事实上在行政的部分这个部分，因为台湾民意目前的考量，还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所以是保守的。所以本席想要了解被提名人就这个制度的运作和推行有何意见？ 第三个，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我们要了解的，也是要确认，就是被被提名人，你们对于死刑存废的看法为何？死刑存在的正当性为何？还有我国的司法制度、刑事政策要如何来，呃，要如何来因应死刑废除的障碍？如果是 若要将它废除的话，是否有配套措施？那这个部分在民间团体就各个大法官被提名人，他们有请他表具体表示意见。那大家认为说，在宪法上面，呃，虽然无违宪之余，无目前的看法是说。 呃，大法官两对死刑发表看法，都认为死刑没有违宪之余，做出不受理的判决。但这个已经就是在十六年前的事情了。这十六年来，国际社会的人权意识高涨，从人道主义冤错案的面向。 对死刑制度有更深入的讨论，但是在台湾社会，这个死刑的存废，现在也是台湾社会很高度争议的案件。尤其面对人民的司法感情、司法正义的时候，到底死刑的存废对我我国的刑事政策，应该要如何来呃来运作，或者是要如何来认定？我们要听一下大法官的意见。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同性婚、同性伴侣的制度，那这个部分社会也是充分的讨论，那也希望能够听一下大法官、被提名的意见。最后两个部分是现在这两年呃讨论更多的，也就是居住权、居住正义的问题。 过去大法官释字曾经多次针对土地跟居住相关的法规进行违宪审查，但是从来没有在解释文跟理由书中提及到居住权这项备受讨论的新兴基本权利，只有在这个意见书里面才有这样的文字。那我们本次的大法官被庭名人有公法方面的常才，那我们希望说，就这个居住争议、居住权、土地争议。 要如何更具有宪法意识的高度来面对这个困难的议题？最后，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大法官被提名人对于司法在实践转型正义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支持实践转型正义的立法或修法，赋予司法更加积极的角色？那为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可以听到这些被提名人更有高度的，还有勇气去说明。谢谢。谢谢周委员。 接下来请杨振武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十分钟。呃，谢谢主席，呃，与会有各位先进。呃，本席首先哈还是要先强调一件事：固然每一位被提名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但是今天我们在审查的是大法官，大法官地位从容，也是我们国家在很多争议事件上最后的一道防线。 最后的一道防线，所以当我们在审查大法官的这一个呃是不是任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用更高的一个标准。同时，我们也知道，尽管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我们希望的是借由这些疑问的一个厘清的过程，借由我们大法官被提名人他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他在表态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的国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将会。 呃，立法院将会选出什么样的大法官？而我们的国人将来最后的防线、最后的保障，又是由什么样的大法官来担任？那本席在这边呢，主要是针对黄瑞明先生啊、哦，黄瑞明先生，呃，他不适任担任大法官的几个理由啊、哦，来做一些说明。我想是这样，首先我会我还是要先请教我们五位大法官。 你们是否有勇气？啊是否有勇气就许宗力先生？是否担任司法院长有违宪的这一件事情，能够表态？能够表态？你们是否有这个勇气？我想，不管你心中的认定是他有违宪，不管你心中的认定是他没有违宪，作为一个司呃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你们应该要有勇气去说出，他如果公然的在八年之后再任也好，连任也好，再再做一次大法官，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违宪之余？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不符合当时的呃立宪的意志？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让人民对司法的观感会受到伤害？我想。 我会非常的期待我们的被提名人都能够有这个勇气说出你心中的看法，尽管每个人的看法或许不同，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有关黄瑞明先生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从很多媒体上面都知道，他曾经帮鼎新辩护过。鼎新是大家所知道，在两千零两千零一十三年的时候爆发了黑心油的事件。 那鼎鑫的这一个董事长也因为这一个案件被起诉，涉及的案件高达六件，其中呢更是用呃默许部署长期购买一些劣质的油或者是低价的这种棕榈油、葡萄籽油来贩售，被依诈诈欺取材商品虚伪标记及食品卫生管理法判处四年徒刑。那帮鼎鑫辩护的律师之一傅祖生。 就是台北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律师，而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就是我们大法官的被提名人黄瑞明先生。就是我们大法官的被提名人黄瑞明先生。我再说一次，帮鼎新辩护的就是我们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就是黄瑞明先生。那我想呢，黄瑞明先生的国际通商事务所。 呃，哦、可以说是，呃，政商关系匪浅，啊，那鼎新卖劣质的油，这是一个企业行为，当然它是不被允许的。当然，我们也晓得，作为一个律师，很多人也都常讲，律师没有选择案件的权利，因为他们忠于他们的职业。如果今天您是一位律师，我们会为您忠于您的职业操守而来认同你，但是。 当今天你要担任国家、担任人民在司法上最后一道防线的捍卫者的时候，我们不仅就要担心您的立场会是什么？您的立场，从您在从您的事务所过去的记录当中，您的立场似乎一直都是跟政、跟商站在一起的。同时，更让人家遗憾的是，针对这个事情，黄瑞明目前被质疑的时候，发表了六点声明。 全部的声明都在避重就轻，譬如说，他的事务所是鼎新的辩护的事务所，在这一个这一个声明里面，就只会说他不是这一个辩护律师。我想，作为一个大法官，我们是应该要用更严苛的标准来看。第二个，这一个国际通商呢？ 就大家这两年所关心的沸沸扬扬的这一个国际国外避税的这个事情，啊，也牵扯在其中。在《天下》杂志哈独家取得国际调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IC 的资料库里面，解密了两百五十万个境外天堂的数位档案。那台湾的部分，有十二个家族拥有境外财产。 那这十二为这十二个家族设立境外公司或者是信托的中间人，其中之一又是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又是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我想说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呃在巴拿马账号呃巴巴拿马账户啊，或者是呃兆丰的事件，这两年国人普遍都不能接受。 这些国外洗钱，乃至于国外隐匿财产，乃至于避税的这些做法，本院不分党派的同仁，不分党派的同仁也对这些事情深恶痛绝，深恶痛绝。所以，不分党派的同仁所深恶痛绝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有协助参与其中过，有协助参与其中过，啊，所以本席还是要强调。 一个在辩护的案件上是跟社会食品安全普遍不能接受的，一个不不分男女，本院同仁都深恶痛绝的这种洗钱行为的，或者海外避税的这种行为，都同声谴责的这种行为，又是国际通商曾经参与过的。我想，首先他的律师事务所以及他的他的这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商业特质，首先恐怕就很难被国人所接受。 更何况是他的，呃，主持人之一。第三，我想大法官位置从容，他常常是我们立法院或者是这个社会对于很多争议事件视线的一个视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这时候，如果我们遇到了宪政争议，我们提醒视线，我们应该是希望大法官能够超脱党派，如此。 您做出来的这个结论，您做出来的视线，才能让我们的百姓，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接受，如此，才能够减少社会的动荡，而不是当您的结论做出来之后，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或加剧了社会的对立冲突。所以，我相信台湾的百姓都应该会赞成，被作为大法官的提名人来讲，他的政党色彩应该是必须要比较淡的。 不应该由一个政党色彩浓厚的人来担任大法官，我想这一点台湾的百姓应该都有这个共识。而我们来看一下黄瑞明先生，他的政党色彩，他在多年前就担任过民进党党内的仲裁委员，就担任过党职。或许会说这不是党职，但是事实上也参与了多项的党内活动。当然了、啊，也曾经跟小英总统。 是国际通商的同事，长期涉入政治领域，让我们不仅要疑虑这样子将来是不是为政治服务会高于为司法服务，为特定的议题服务会高过于为全面的百姓服务。我想这是我们要深思的。再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司法一条边的部分。其实我必须坦白讲。 我个人对黄瑞明先生并无好恶，但是我们在讲的都是一个体制，以及一个这个社会所应该要建立的。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它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用一般的标标准来看，你会觉得说，我们在这边司法委员会所做出来这些决议，所通过的一些，后来经过三读通过的一些法案，似乎跟司法院啊，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我们所知， 至少就有人事同意、预算以及市县的这一些的利益冲突。试想，如果本院如果本院做出来的呃所通过的法案，立法院所通过的法案产生疑虑的时候，那么市县的是由谁来市县？就是由大法官来市县。也就是说，本院的委员所通过的法案，如果要市县。 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太太通过的法案，由先生来解释它合不合理的状况，哦，那固然这是可以避免、可以回避，但是我们是希望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一些事情，哦，所以再一次的重申，我想这无关乎立场，我是希望大家要建立一个可以让国民信任的一个司法体系。谢谢。谢谢杨委员，审查小组委员询问。 军已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个程序，请学者专家针对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提出综合答复。那我们现场还有四位学者，所以我们大概每位以八分钟发言为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江思敏江教授？我们先开始发言发言回复。好，谢谢。那我综合答复如下。 第一个啊，我非常佩服那这部分委员持非常严格的标准来审查大法官人选啊，逐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大法官人选的适任性的严肃性面对了。不过有几个议题了，就是因为有提到说曾经当过法官或曾经当过律师，从事哪一个个案的审判，哪一个案子的辩护 这还是要考虑到一个律师职业的特殊性本质，还有法官的一个职业特性本质啊，以及他可以固守的一种审判独立，以及人民不管是有罪无罪之人，他都有受到良好的一个辩护照料的一个权利的，这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嘛。所以说。 在做这种个案检视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要去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当的职业行为、不法的职业行为，哦，那避免是一种猜测性的了。不然的话，这样等于是反而对法治国里面的法官制度、律师制度的一种否定了。哦，这不是法治国的一个常态了。这是我基本的一个，我觉得要在这部分如果要去审就要审慎，要审慎一点。第二个，对于委员当中提出六个议题。 我市长也提到六个议题，那刚才委员又提到安乐死、代理孕母等等，这也是我长期在关注。我觉得这个适度的请受提名人表示意见，就像我说的，受提名人必须有一些前瞻性啊，给我们一些愿景。那基本上他不一定，他不一定会提出他很具体的意见呢、啊。我们了解，那但是我们从他回答当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基本性格跟他的智慧。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实上都可可以去 可以去去寻打了，我觉得是我是有这样的想法了。那另外就是，我也很支持说提名的这种专业多元性，但是这个要整体兼顾了，因为还有其他还没有没有这个退任的嘛，事实上还是有其他的一种补充了。所以说要整体看了，也不一定说这一次从这六当中一定要有哪些哪些专业。哦，那另外就是说。 关于法官的问责制度啊，问责制度中间有谈到就是国家赔偿问题，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国家赔偿法跟德国的观念是一样，因为他为了要保护法官的审判独立，避免法官防御性审判哦一一种严重影响内在独立啊，所以基本它的定调是这样。那但是德国后来他也有法院组织法配合欧盟的人权欧洲人权法案的要求，它变成说。 因为我们一个影响司法公信中一个就是案件迟延，好，因为法官调动就又一，或者说怎么样子各种原因都案件嘛，它拖个六七年、七八年，那对当事人伤害太大了。所以说在德国，他们为了呼应欧盟的要求，他们是有在法院组织法制定损害赔偿的，就是你法院或者司法行政档案，你必须要损害赔偿，就是说你如果不当迟延案件造成人民损害。 有损害赔偿问题了，所以这部分是他们另立的。那有别于刚才那种你就的，你他就枉法审判，或者说他有贪赌行为，那国家赔偿法当然是有了嘛。至于其他的，基本上是没有说要国家赔偿的一一个，在德国他不这样处理的。那另外就是现在司法公信力，我我比较着重的是刚才我们谈的司法信赖度降低的问题。那这部分就是国内的一种内忧外患。 法官的内忧外患嘛，那中间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说，你司法行政或法官呐、啊，到底你有没有以人民之苦难为苦难，还是你只是为好官自我为之？到底是官本位还是人本位？关键点是在这里了、啊。事实上，你如果就办案品质或办案迟延的问题，刚才说我们除了那种像德国他们损害赔偿的一个增订之外，另外事实上你有没有给法官足够的呃一个司法辅助人员嘛？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建制嘛？好，那司法事务官、法官助理、高级法官助理等等，候补法官是不是也要也也要制度要改革？那另外贪污跟官说的问题，贪污官说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正风正风功能没有发挥，好，正风功能没有发挥。那还有院长，市实上院长最知道嘛，好，院长可以知道哪些人？事实上以前。 以前像洋人受黄文銮，你看他受重用下去，整治板桥地院到高雄高分院、高雄地院、台南，那个都有政绩的、啊。所以就是你要你要做不做而已。你是要好官自我为之，然后自己就变成包庇，还是说你真的司法行政这些所长，你有世人之名，然后用一些真的愿意去整治的一个有良知而正道的法官，哦，那那去做所长，然后去举发。你对举发的所长应该是要奖励啊，而不是说诶、欸、连连带的就说那你也下台。 那像谁要举发，所以就变成形成司法行政里面变成包庇，他就是反正你做错事情，我就包庇一下，那我之后就调往北部去了，我就没事了。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说那可是一些行政上必须要去，嗯、市场应该要去对司法院有所要求了。那另外经验经验不足部分，我是觉得哦，有有时候就就也许可以比较。 类似日本延长候补制度嘛？如果现在的考选还没有完全改变，延长候补制度，然后强化中间的淘汰，那甚至在司司法研习所做就应该有适当的淘汰制度。现在司法研习所淘汰制度也不够周全，因为保训会也不支持。哦，那这都是一个一大问题，就是说你没办法把法官的特性彰显出来，然后你让一些精神状况有问题的偏执偏执的人出去当法官、当检察官，危害人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培训制度的。 的一个困难，这部分太对法官的一种本质欠缺了解。那另外，你还可以扩大合议制度，那合议制度就可以补充一些经验上的问题。让参审陪极，甚至极少部分，也许也也有陪审可能那种。种透过民主化、透明化，让人民了解司法。当然，在台湾也是一个问题。台湾跟德国一样，你说德国他们司法公信多高吗？他在三十年前，他司法公信力统一起来是六九啊，百分之六九。因为因为总是有胜败嘛。再加上德国他们的研究就是说媒体。 媒体市场对司法伤害非常大，因为媒体人他不一定懂司法，不一定懂司法一些我们的审判程序，不懂我们自由新政的形成，所以他对于我们的司法市场，在德国也是一样。德国他们研究这个媒体对司法也是影响很大。所以德国你看他们的电视上，他们有一些正正面的宣导。所以你看他们电视上，公共电视就会有 V.G. N 的衰等，就你如何做裁判，他就做具体案例、争议性案例，让让一些百姓，然后来来做一个虚拟法庭，然后做表决。 慢慢的，大家观众就会知道说，原来你自己也是恐龙，原来人人都是恐龙，然后大家就不会是一种虚，用一种虚幻式的一种正义观，然后想象式的正义观去批判我们的审判制度。我们审判制度要反反躬自省，但是事实上也不是那么没有价值了。事实上是这样，只是我们有太过的一些期待落差。 那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我们都可以陆续增强。那当然，律师律师本身要改革了，因为律师制度事实上也带来我们法司法的一种非常没效能。有些法律师根本在这部分事实上是不尽责。谢谢。谢谢。那接着我们就请呃蔡坤洲律师。哎、欸，哦，那个要先吗？没问题，没问题。那个林教授哈林超俊教授要先发言。 谢谢主席，因为等下要赶回去要开会，所以承蒙蔡律师的承让，所以我先稍微发言一下。诶、欸，那个我我稍微稍微厘清一下我刚才的一个论述好。好，我刚才应该是说越具体个案来自于个案的争议，在那个审查会里面越应该避免。那如果真的要的话，应该是是用事前的提问，然后由当事人先用书面说明之后，再由他又口头做一个解释，这样会比较周延一点。 那我简单用刚才钟嘉宾委员的举例子，钟央斌委员当然是针对目前大家一个热门议题，就是连任再任的问题嘛。他提到一个就是说，今天即便不是连任大法官，或是升任司法院院长，还有其他职位嘛。所以今天如果要讨论到连任再任，不是单纯本身大法官职位可不可以继续，或者是有没有做其他的一个司法职位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很很锐利观察。我想先前有些文献也有提到这样的类似见解。 那这里显现就是说，一个单纯的问题，其实它背后隐含着相当多这个必须思考的层面。那其实我可以再接下去，一般会提到说，那今天现任大法官可能会讨好总统，那没有考虑到问题说，那如果立法院跟总统是分属不同党派控制的情况呢？或者说，今天作为一个大法官，如果他真的要考虑到连任，其实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呐、啊。他除了考虑到总统是谁以外，他甚至还要考虑到现在立法院的多数派是不是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用一个很简单的约化的方式去讨论，其实有时不利于对于当事人，就是被提名人做个评判，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一个误导。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再做个举例哈。先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论者有人提出说，今天如果是法官有升迁的话，会影响司法独立，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那目前全中华民国就在台湾的所有法院法官，都是以升迁为原则嘛。 那今天难道今天法官一个升迁之路本身就是违违反司法独立吗？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大家必须深思的问题，就是说很多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适宜用一个简单及短暂的一个时刻或短暂的一个时间就去与他解决？其实，呃，就说整个听证制度对于既然要拔擢最优秀人或最适合来担任这个位置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用一个比较？ 缓和的方式，用一个比较周延的方式。那这个问题会回到刚才李俊义委员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法官怎么来源组那个组那个组成可以比较多元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就审查委员而言，现在还剩周委周远在，比如周委员可以考虑，今天一个大法官的组成到底是全都是温和派的一个学者法官组成，是对整个国家宪政的贡献比较大，还是说今天是应该是有不同的一个立场的人，加上些许温和派的人士在里面？ 所以，其实大法官的多元与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很多问题很困难，他必须有跟不同立场的人对话，才能想出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法官的多和其实是一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那其实现行制度里面，可以跟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法官三年的问题结合的是说，我们刚好因为修宪时候或者是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很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总统的任期跟大法官任期一样是八年。 所以，在一个，在一个情况，如说总统顺利连任，而且他每次提名的大法官都顺利获得立法院同意通过的话，其实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 A 党派控制这八年，他顺利控顺利提名一批大法官，到了下一个八年，另外 B 党派控制，那其实从这個角度来看，这是比较宪法学上面罕见的。 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大家去考虑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从多元的角度来看，那最后回到在座周周委员刚才提到的问题，哈，就是、说大法官目前的视线等等成果来讲，好像不如预期。这个我同意哈，但是，但是我这边觉得这个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司法院到底应该需要多少资源这个问题，可能还也是需要在一个严肃的思考。简单讲，以美国为例，最高法院。 大法官他一个人有三个以上助理，而且美国的助理都是各校应届顶尖的毕业生。那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氛围，当然目前已经相对于过往几十年前，已经有相对非常优秀的学生愿意去担任大法官助理，但是目前大法官助理一个也只有一个大法官，一位大法官也只有一位而已啊。那美国美国当然以他已经两百多年的历史。 每位大法官至少有三位助理，而且都是来自于各校顶尖的毕业生。比如说，这样的制度，我们应该就帮助司法院去看能不能设设立。当然，这需要以相当的财政的资源做一个背景，澳元做一个背景。不然的话，很多司法改革在欠缺，简单讲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欠缺足够的钱财、人力的支持的话，其实司法改革是相对的会困难的，增加困难。那我个人浅见是这么认为。 在过往二十多年、三十多年各位先进的努力之下，其实台湾的司法整个表现已经比过去有长足进步了。那目前之所以民众对于司法还有殷殷的期盼，甚至觉得还有相当的部分改进，我想这可能一方面是或许是由于司法院本身他在对于解释说明他已经做了什么事情方面可能还有所不足以外，那当然另一方面代表都说很多的问题需要大家进一步的沟通讨论。 让大家认识问题的本质，问题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会有益于大家强化对于刚才几位委员提到一个司法信任的问题。那因为时间关系，个人先简单报告如上。呃，谢谢那个大会的邀请，参加今天的公听会，谢谢。好，谢谢林教授。接着请蔡坤州蔡律师发言。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哈，首先我先接续刚刚那个林教授他的他的。 他的这个题目哈，因为他刚提到那个大法官助理的事情，让我想到我先前在伯克莱大学呃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宪法老师说他要辞职，哈，因为呃我们教授说他要去当美国大法官的助理，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就是说在美国他们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的水准有多高，所以刚呃。 就是说我复合林教授刚刚提到，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要考量，就是说案件的呃现在的值跟量要提升的话，要增加助理的员额。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针对助理的资格，甚至助理的待遇，可能都要相对应的提高哈。那呃，因为刚刚其实张老师跟跟林教授其实都已经有回答很多问题了，那我这边呢就只只针对就是说我认为我我适合回答的一些题目，跟委员这边交换一些意见哈。 首先是针对那个司法人员的选任跟退场的机制的部分，哈，因为这个其实是在呃我们法律实务界一直非常关心的事情。那呃自从这个呃就是说呃先前的呃赖院长跟苏副院长他们其实有非常强调，就是说呃法官要由律师这边来遴选。那其实在这几年，其实遴选制度也也真的增加了非常多的遴选的名额。 那目前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说，呃，司法考试跟遴选制度双轨制。那当然就这个呃律师的立场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未来慢慢的可以帮遴选律师遴选制度呢，变成一个主流，甚至是一个呃取代先前司法考试成为呃司法官任用最主要的来源啊。因为就我们的理解会认为就是说，你曾经担任过律师的。 呃，这个这个资深律师，那你因为遴选，然后呢担任司法官，这样的法官在法庭上，他是能够比较确实的理解啊、呃、法律实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案件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律师跟他沟通之间也会比较顺利的啊、呃、这样的司法人员。那另外一个的话，我就是呃想请。 大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所谓专业法院。那刚刚我在报告里面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就是说目前台湾的专业法院只有智慧产权法院一间。那另外的话呢，包括财税法院，包括这个商业法院，甚至刚刚有老师有提到劳工法院，啊，这些其实也都在研议当中。那专业法院它有一个特点是在于，就是说它的法官的来源。 并不限于，就是说传统的通过司法考试的这些法官，那只要你是在专业领域上面学有专精，而且获得这个呃业界的肯定的，其实都有担任法官的资格。但是很可惜的是，呃，就我们的观察，至少就自裁法院来说的话，呃，或者就这个行政法院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呃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呃这个，就除了传统司法官途径之外。 而被任用的人，好，那我希望就是说，但这个部分也希望就是大院呃，在审查这个司法院正副院长以及呃大法官的被提名人的时候，也可以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询问他们对于呃这个开放不同的途径的司法人员进入法院体系的看法。那更重要的是在于所谓退场机制。 呃，因为我先前曾经担任过中央的公务人员啊，所以我很清楚，就是说公务人员他的这个考级制度。但是呢，各位委员可能比较不清楚的是，相较于公务人员呢，司法人员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一套考级制度。呃，简单来讲就是说，他所谓特优的员人员呢，他没有比例的限制。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单位里面呢，他可以打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一百。 法官跟检察官的考绩呢，都是甲等，都是特优哈。那这个当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这个从常识里面去推论的话，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认为最基本应该要做的，至少正常化。好，我们不敢就是说对于司法人员特别的严苛，但是至少先正常化司法人员的考绩制度。那目前呢，就实物上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司法人员退场其实主要只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说他做的真的非常好，所以他退下来做律师啊，这样赚的钱比较多一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做的真的太糟糕了。那通常都是呢，有一些重要重大的，比如说贪污哈、啊，或者是呢呃喝花酒这样子重大的违纪或犯法的事件呢，才会退场。那至于就是说，因为这个审判品质太差。 或者办案效率太差，像这样子的情况，目前几乎还没有看到过。那司法院对于这方面，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决心要进行改革？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全国人民啊，其实都还在观察，也非常期待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最后讲一下，就是大法官的多元化的这个问题。那呃，就观察本届的被提名人，其实有一个我我觉得自己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 就是所有的被提名人呢，其实平均大概都在六十岁以上啊，除了黄昭元黄教授以外，那相较于就是说，呃，就是、说以九十二年来讲好了，当时其实有几位大法官只有四十几岁，那必须要说就是说，嗯、呃，在法律实务从事法律工作来说的话，其实四十到五十这个年纪其实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呃，用我们这个时候叫做青壮时期，那。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思考大法官的人选的时候呢，把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也当成一个考量的一个标准？那刚刚有委员提到这个呃律师担任大法官的问题，那我这边可能呃要要呃提一件事情，就是说以目前的大法官的选任标准的话，如果是以律师身份被选任大法官，他必须要担任律师超过二十五年。 那如果你做律师超过二十五年，而且做的不算太差的话，那本来他的就是各方面的商业上面的关系，本来就会比较呃复杂一些。所以针对律师担任大法官的这一的相关的资格，是不是有需要再重新思考？例如说有没有可能同时整合他的律师的年资跟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综合来考量，那避免就是说刚,刚有委员提到，就是说。 现在变成是越成功做的越久的律师，那他可能他背后的利益冲突可能就越多的一些状况。以上，谢谢。谢谢蔡律师。最后，我们请林定鹏发言人发言。嗯，我想这个委员大部分关注的哈，还是在司法改革上面，还有就是在这个对一些立场上的问题，或者是对。 价值观上对个案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看法哈，我想司法改革我们很期待，呃，大法官能够提出具体的一个改革，无论是在制度上面，或者是在人事上面，那么能够提出让呃老百姓能够提高对司法品质的一个信任，呃，那么司法制度的改革，我想，呃。 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呃人才的多元这一块，我想这一块是当务之急哈。从司法人员的选、训、留、用到退，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有一个呃新的一个制度，让比较有符合这个生活经验、社会经验，然后老百姓普遍的价值观的人，能够进入司法体系来做审判。 那么，如果在法官来源没办法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应该在参审或者陪审制度上面，应该要能够先做。啊，那在法官的这个来源的部分呢，我想在训练过程里面应该要增加他一些生活经验的训练，或者是一些呃其他案例的社会案例的一些经验哈的培训。让这个部分可能对于司法。 的裁判品质的提升，啊，有所帮助。那么也可以比较符合一般的社会老百姓的生活经验跟价值观。那我想，自然而然的，这个司法的这个信任度呢，会逐步的提升。那至于这个呃人选上面呢，我还是重申，我觉得是有点局限啊，在偏重在宪法类跟民民法类。 那么其他的领域的部分呢，是目前是不足的。那我们如果说期待下一次的这个另外一个团组的时候，我想这未来这四年期间，我们对于视线的问题就会老百姓又会产生疑虑。那么我之前有提到，我们对司法院跟大法官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期待是超然、独立、公正，杜绝弊端。 平息争议。那假设在这个专长上面没有兼顾到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一段期间又会产生一些争议？那是否符合我们对大法官的一个期待？啊，这个也是一个要去思考。为什么要广纳各方面的专业呢？我想哈、啊，兼听则明。那么各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专业，那么把它意见整合在一起。 我想他会是比较完备一点，比较周严一点，对于呃各方面不同生活经验的人、不同这个领域的专业的人，他们的意见被考虑进去，所以也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啊。我想这个这个部分呢、啊，呃，也是要要提到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我也有提到，对于这个安乐死也好、代理母啊，我想。 作为大法官，他应该在一些呃社会瞩目的事件上面呢，他应该是要有勇气来表达出他的看法。那至于将来视线的时候，因为有十五位大法官哈，呃，不见得大家的看法都一致，所以至少我认为他们在一些呃社会瞩目的事件上面，他们应该要有勇气来表达他们的立场， 那么在态度上面，在价值观上面，我觉得这个部分都应该要表达出来，让社会大众来检验，也让委员在审查的时候更能够更了解这些大法官的人格特质跟他的价值倾向。啊、呃，那至于这个呃呃连任或再任的问题，我想我我也同意这个委员里面提到，就是说。 除了在任大法官以外，应该也要限制在被提名担任其他的职务哈。我想这个也应该是要要去考虑的哈。那将来在这上面可能也是我们在杜绝弊端上面能够考虑到的，我们尽量周延哈。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去去考虑的，而且在将来在制度的改革上面，应该要把它纳入哈。我想。 这个都是，呃，我个人认为是应该的。那么说这个，呃，任其交错，那么所以呢，间隔期间四年，我个人还是主张哈、哦，大法官这么重要的职务呢，我个人还是认为应该是就是担任八年。假设大部分人认为说，诶，可以再任的话，那我认为应该是要隔一个届期。 借期要隔一个借期，也就是应该是间隔八年，而不是间隔四年而已。啊，这是以上是我的一些答复的部分。好，谢谢。谢谢林发行人，谢谢各位学者专家综合答复的部分就进行到此。非常感谢各位学者专家以及审查小组委员发表高见。各位在公听会上针对五位大法官。 被提名人的资格审查所发表的精辟见解，对于本院所有委员事后进行审查及行政行使同意权投票，将有很大的注意。公听会的发言记录，我们会依相关规定分送给全体委员作参考，并列入本院公报记录，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再次谢谢大家的出席。今天公听会及发言。 现在休息，下午二时三十分继续进行公听会，谢谢大家。